包王上演红丸教科书式打法，对手找不到一丝的进攻机会。东北的这个别林来挑战包王了哈，包王挺不服的呀，凭什么你南通包王这么厉害啊？整个东北只有叶枫能够稳吃他，看看这一局挑战如何，结果如何？压的还是不错的，但是有破绽，又要近身。下 A 之后其实可以还继续葵花的哈，好下 B 两点下 A 再葵，大跳落地抓到重拳必杀，完美的套路哈。霸王没有上正期哈，搞什么？看看他豹子。闪身跑了啊！这种闪身想要过去抓，对招没用。好，暂跌地龙，漂亮跳波。哎呀，这一波很明显远了呀，要死啊！刚好这一套下来啊，就晕了。啊，一个小失误在八神面前的话，一套晕啊，你满血都得死啊。我们看红丸哈，我去，打得很潇洒，漂亮单发确认，包王开启反攻模式。这把煤气不太好打了，好有近身的机会就可以，有倒地的机会就能发挥了。哦，还升龙呢？升龙上瘾了吧？啊，骚扰一下，打他大姑妈。哎，对，继续打他大姑妈。打完大姑妈，我怕会见到大姨妈呀！啊，下手太重了，刚了。包王老是在角落打防守反击，看得真难受啊！但是他总是能够全身而退啊。找不到机会啊，找不到机会。防守反击真的牛逼，哎哎哎，距离卡好了，不错，你能打我一下，但是你打不了我一套哈，好，直接弄死哈，弄这个修回走丢。